现在我来介绍的是凹性。我们为什么要介绍凹性呢？是因为假设一个增函数或者是减函数，增函数其实它有两种状况，一种是增长的比较快的，另外一种是增长的比较慢的。像这种两种的话呢，都是增函数，可是形状却完全不一样。 那么我们来介绍凹性的话呢，这个这部分的地方的话呢，它的理论的部分可以协助我们去寻找相对极大、相对极小的一些判断。那么我们来介绍上凹。所谓上凹的意思就是说，它的话呢是一个开口向上，就像一个碗一样的。那么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的话呢，上凹的情况的话呢，这个图形的话呢。 这边切线是负的，切线斜率是负的，它没有那么负了。再过来的话呢，它切线斜率，哎，接近平的。它们的话呢，到这边呢，切线斜率水平线，它的切线斜率变正的，越来越越正越大了。所以这样子的上凹的状况，我们的切线斜率是什么状况呢？原来是负的，原来是负的。 现在就变成正的，由负转正，由负，然后转到哪里呢？转到正。所以的话呢，它由负转到正，那么切线斜率，各位同学来，我们来判断一下，它的切线斜率由负转正，由由由亏转到盈，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就知道它是一个增函数还是减函数。 它是一个增函数，它是一个增函数。那么各位同学，你们知道了，如果说 f prime x 就是切线斜率，它是增函数，那么它的微分，切线斜率它是增函数，那它的微分就是 double prime。那么会怎么样呢？它是大于零的。 也就是说，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种上凹的情况，两次为分为正，叫做上凹。如果各位同学听不太懂的话呢，我们再介绍一遍。我们介绍下凹。来，我们看看下凹情况是完全一样的。他们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这么做看了啊。这边切线斜率正，没有正那么多。水平线负，负的更大。 由正到零到负，它是由正转到负。那么各位同学，你们应该知道，由正转负，原来有的变成没有的，那么它是一个减函数，它是一个减函数。 好，减函数切线斜率是减函数，切线斜率是 f prime x，它是减函数，那它的微分当然是 f prime x 是它指的是它的斜率，它是减函数，它的导函数如何呢？减函数是微分小于零。那各位同学就知道了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做一个结论：上凹跟下凹，只要是上凹的话呢，怎么样？ 两次为分为正就对了，两次为分为正代表的是上凹，下凹的话呢是开口向下的，两次为分为负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记下来的部分：上凹两次为分为正，下凹两次为分为负。我我现在来介绍一个。 凹性的例题，这个题目 f of x 的话呢，等于 x 的三次方减掉三 x 的二次方。他问在哪里上凹，哪里下凹？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如果同学的话呢，想要知道在哪里上凹，在哪里下凹的做法的话呢，要看的是二次的微分。那么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就直接先微分来，微分。 微分的话呢，三 x 的二次方减掉六 x，这是一阶导数，也就是一次微分。那么我们要看凹性的话呢，要看的是两次。我们发现的话呢，微分再微分一次会变成了六 x 减六，我们六提出来。 各位同学看，这边是减一。好，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s 等于一是什么呢？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你们特别要记得，s 等于一，我们有一个专用的名词，叫做让微分变零的，我们称为临界值；让微分两次会变零的，我们称为二阶临界值。 这是二阶临界值，那么二阶临界值是可能会发生反曲点的位置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后面再说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要看看上凹还下凹，那我们就要开始要做表。来，我们看看表。这个表的话呢，我们格子一画出来以后，我们后面就简单了。这个地方是写 x，因为我们看的是上凹跟下凹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看的是二阶的。 导数，这个的地方是状况，我们的话呢写 f of x 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会让它变零的数字，唯一的一个，唯一的一个二阶临界值是多少呢？是一一。1, 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的上面，也就是比一还大，二次微分会怎么样呢？如果 x 比一还大，那当然就会变成正的。 这边是写正，如果比一还小呢，不够减，那就是负的。这个地方跟我们的一阶导数判别法不一样喽，这边不是增减，这边是所谓的上凹跟下凹。这个两次为分为正，上凹；两次为分为负，下凹。 所以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就记得了，负这个下凹，这个正是上凹。好，那我们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要知道这一部分的话呢，要怎么样的图形的的看法。我们把图形来，我们来看看图形画出来给同学看。当 x 等于一的时候，这个点，它不是高点，也不是低点，它的话呢是一个一个凹性的一个转折点。 它的左边是一个下凹的状况，它的右边是一个上凹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的话要写答案怎么写呢？我们写在哪里上凹呢？我们一样用区间的方式来写法，上凹的部分是在一以上，所以我们这边写的是一到无限大。下凹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答案怎么写呢？下凹，我们的部分的话呢是在左边，所以的话呢是由。 负无限大到一，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就介绍了一个凹性的一个简单例题。